而且他对这个共产党哇，你认为谁他第一不怕谁啊？不敢腐败呀？也是非常符合谁他第一？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就是共产党的逻辑了。搞不过谁他第一？这个延安整风就是统一思想，谁他第一不怕谁啊？然后而且是用辩证法的这个。